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，他又领我回到圣所朝东的外门，这门关闭着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打开，任何人也不得从那里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那里进入，所以这门必须关闭。只有君王可以坐在里面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。他必须从门廊进入，也必须从原路出来。” 他又领我经过北门，来到殿前。我观看，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脸伏在地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所告诉你耶和华殿的一切规条和法则，你都要留心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圣殿的入口和圣所的所有出口。你要对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：主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家。” 你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该够了吧？你们除了行这一切可憎的事之外，还在你们把脂肪和血献给我做食物的时候，把身心都未受割礼的外族人带进我的圣所，玷污了我的殿，违背了我的约。你们自己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委派别人在我的圣所里代你们看守。主耶和华这样说。 以色列人中一切身心都未受割礼的外族人都不可进入我的圣所。以色列人走迷了路的时候，有利位人远离我走迷了路，他们离开我去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他们要在我的圣所做仆役，看管殿门，在圣殿中供职。他们要为人民宰杀凡寄生和其他寄生，又要站在人民面前。 伺候他们，因为这些立位人曾在他们的偶像前伺候着人民，成了现以色列家在罪孽中的绊脚石。因此，我向他们举手起誓，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他们不可亲近我，做我的祭司，也不可亲近我的一切圣物或至圣之物。 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他们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。然而，我要委派他们看守圣殿，办理圣殿的一切事务，做一切当做的工。以色列人走迷了路，离开我的时候，有祭司立卫人，就是撒都的子孙，仍然看守我的圣所。只有他们可以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四立在我面前。 把脂肪和血献给我，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他们可以进入我的圣所，可以走进我的桌前来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职责。每逢他们进入内院的门，必须穿上细麻衣；每逢他们在内院的门和圣殿里供职，他们不可穿上羊毛的衣服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的头巾，腰间要穿细麻布的裤子。 不可穿上使身体容易出汗的衣服。每逢他们出到外院民众那里，就要把供职的衣服脱下，存放在圣殿的房子里，然后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自己的圣衣使人民成圣。他们不可剃头，也不可留长头发，只可剪短头发。所有祭司进入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。他们不可娶寡妇或被休的妇人。 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，或是祭司留下的寡妇。他们要教导我的子民分别圣俗，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他们要在争讼的事上做判断，要按着我的典章判断。他们要在我所有的节期里谨守我的律法和条例，守我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他们不可接近死人，玷污自己。 但如果死人是他们的父亲、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、兄弟或是未嫁的姐妹，他们就可以玷污自己。祭司洁净以后，还要再等七天。他进入内院到圣所去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，他要献上赎罪祭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：祭司必有产业，我就是他们的产业。你们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。 我就是他们的基业，素祭、赎罪祭和赎签祭，他们都可以吃。以色列中所有献给耶和华之物都要归给他们；所有出熟之物中最好的和你们献上的一切供物都要归给祭司。你们也要把最先磨好的面给祭司，好让福气临到你的家。无论是飞鸟或是走兽，凡是自然死的或是被撕裂的， 祭司都不可吃。